嗨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古董，这个是古代的一个钥匙，这个以前只在电视剧上面看过，但现实中没有真实的体验过。哦，包括人家古代这个钥匙还是，你看挺有设计感的，蛮有意思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钥匙，这个是锁，然后这个锁就这样开了，哇塞，其实很不一般的。因为这个可能离得比较远，它这个锁上面有一些这个细节图拍不到，随后我补一个它这个锁的这个近景照片，就这个样子。就这样开了，这是钥匙，你看人家这钥匙，古代这钥匙还挺有设计感然后这个是这一块。然后这是一个银钗啊，但是它已经氧化了，是吧？这什么年代的，这也看不出来。但是，我觉得应该留着，等我以后找到女朋友，把这个送给我女朋友。然后这两个是10块钱，这个是2018年的，是上面是画的 dog，是狗。然后这个最后拍一个近景的，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近距离的实拍图，就这个样子，还是很 nice 的。你看人家这个锁的这个设计，哇，真的是很不一般。不过这边的话，可能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亮了。然后这个是锁，这个是锁，nice，非常值得收藏哎。然后就分享到这里。